我们一起啊，对象。现在没有对象，是你爸爸妈妈。现在没有对象，所以不能回去。为什么没有对象？就是这样。就是家里人会催婚的。催婚？嗯。哎呀，这个麻烦吗？麻烦的。催婚的话，没有结婚的话，家里所有的人都会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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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来到面前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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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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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吗？所以烦死了。所有的家里人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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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的对的对的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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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好吧，这是中国常见的事情吗？对的，中国很常见的，所有年轻的没有老结婚的人都很怕的。哦，好吧，谢谢。不用谢。